这该你们了，给我们提议了。为了我的小屁屁，我也要捍卫我的尊严。哎，什么呀，岳哥？孟哥，咱提游戏是吧？对，摔跤我一人就行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不应战。他干嘛的？他练我自由搏击。摔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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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摔跤，我一人就行。好，哎，孟鹤堂这方准备摔跤，让他们自己准备去吧，我们不玩。弃权，规则是你们必须应战啊。对啊。还没抽呢，还没抽呢，摔摔摔，我跟他们摔去。啊，哥，不是，咱得牺牲到战场上啊。摔，我跟摔谁？这有总队长的样啊。咱什么规则？就三局两胜，一人排一个。行，好吧，来吧。哦，我先嘱咐你两句啊，就是今天受伤人特别多。用你说话吗？你一冷板凳，闭嘴。你放心了吧，你早就这，你坐一辈子冷板凳。来，朋友们，选手可以啊。不吃咬人啊！怎么对待你们的摔跤手？相信自己。来，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的力量。放心吧，放心吧啊！照顾好。嗨。我我只要不摔死，我就挨踢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我替你担忧啊！放心吧，放心吧，裁判。开始了吗？哎，来，弟弟。哎，哥，输可以，稍微留点面子。不开始没开始了吗？啊，没开始的啊、哦。又草率，又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准备啊！今天以后德云社就没有副总了。放心吧。来，准备。不是说没开始呢？没开始呢？哎呦，真帅啊！啊，不是没开始呢。我还没说开始。犯规了！犯规！1-0。你就是裁判。我们1-0。哎不是，裁判都退场了。哎呦，这场1-0，栾明方获胜。哎呦，你完了你！你要尊重游戏规则。由于张九南不尊重裁判，这还没开始呢。哎呦，树上骑个猴。哎，可以，咱们。没白练呀、啊，可以练来着。哎呦，好家伙，从第一季完了以后，一直我就练摔跤呢。就憋着这个，对，别给我们哥剪了，别剪了。来准备下一局，太监亮亮，我认为，给我挑战岳云鹏。来，你后面没活吧？后面。后面没接火吧？哎，准备，开始。呀，这什么挠是？像扑吗？跑什么？这像扑吗？猴拳，好，小心他的右手。虚晃一枪，啊，不错，好、啊，攻击了他的左翼，好了，好，攻击他下盘，啊，偏移大腿，好，转身，好，斜掉了，好，没想到岳云鹏居然用脚臭来攻击我们，都是生化武器，我天，明儿他害怕，怕不怕我？废话，我怕你好几年了，我们必胜了。直接抱腿，直接抓他腿，看好你的胳膊，逮到胳膊就逮到胳膊，直接转身，哎呦嘿，拜，真来，哎呦，完了后面抱着，别了，哎呦喂，哦，智胜，赢了呀，啊，真帅，一点都没谦让，没事吧。小月一会儿扎眼睛，一会儿。赢了，记不记得上次的耻辱？上一局的耻辱，这回你看怎么都给我撅好了，一个一个的，好家伙！我们也要踢屁股，可以不可以？那还要东南西北干什么？好吧，
那你们说一个吧。说一个。北三。北三。横北三。一。啊。二。三。套圈。辛苦了各位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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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说各位很激烈啊，上午，师傅说你们有好多人体力不支了，把我们急召过来，让我们给大家提供助力，哪个队需要帮忙的，我们都可以上。哎，正好他们不是说了准备那个挨套呢，套什么呀？坐这儿，我们拿圈套你。对，来坐，仨人都坐这儿，脸朝外。他这不行，他套不了，这个。这是伸手，这能套是吧？伸手这个能套上。哎，套着了。这么准谁呀、啊？说话，哥哥请套我。哥哥请套我。你起来，下一个啊。来来来，过来。王哥这么准呀、啊？你瞧着吧。他们这么准呢、啊？到哪再说话。那个哥哥请套我。为什么这么准呀、啊？曹阳说话，哥请套我，过，过，太准了，可以了，我们套过这么些人来了，行了，可以结束了，轮到团队你们提议游戏了，哎，来这个吧，来这个吧，这个行吗？这行吗？这行，这行，来这行，九南你先上，行。哎，王九龙，哎，哥，来这个，好嘞，推他，好嘞，他这胳膊长占优势。王九龙，你往后站，你胳膊长。不是，你们得往里站着，离太远就举不上，我就得近点，对，只能推手，别地方都不可以推，好吧？只能推手，只要脚只要动了原地，然后就算输了。行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哥，预备，开始。手不能放下啊！哎，我建议一下，他俩离远了，他俩一脚远。我这怎么玩？他大南臂展太长了。一臂举，你再往前点，以短的那一臂，对，俩手都不能放下。来来，开始，一二。张永南，我好像把我们队给玩死了。王九龙获胜，我赢了。哎，废物，我跟你说，以为你是个战士，回回你都输。你们那个不也输？他还挺横。我来，来。四哥，我推他，我完这分量，我还不太好弄了。这看的是技巧，这不是劲儿、啊。一脚，俩人之间一脚远啊。OK， 开始了吗？来，准备。我还没说开始。哦。啊犯规一次了，警告一次啊！一敬天，二敬地，三敬朋友。来，开始。不能放下，手不能放下啊！他放下了。对。呀！哎，好刺激哎！我与他这个分量劲儿似的，我不该减肥，看来。哎，你拍一，我拍一。两个小孩坐飞机，你拍二玩呢。杨永强发起进攻啊，推他进攻。脑袋大嘴巴抽的，曹老师哈气用口臭。哎，真累，不行。哎呦不行了，哎。再耗他！哎呦，这不行了！不行，可以认输，要么认输啊！不行，我认输，不行。太累了。杨可强弃权，然后那个曹可强获胜。谢谢！现在2-0。那怎么？我们不是又输了呗？2-0了，现在。2-0，赢了？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不行，我是不行。他劲儿使特大，他一直在进攻，他肯定累他。来，朋友们，惩罚，多少下吧？男17，横向。男17，横着是吧？嗯。一、二、
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。哟，什么？哥哥看我软吗？来吧，这怎么哥这怎么玩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什么呀？做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啊！来，我先来。来，你你站好了。怎么来？大家把脚放在脑顶儿，搂不上去。把袜子脱了吧，哥。袜子没关系。您这连眉毛都没过呢，您这。哥哥，看我。臭吗？臭臭太臭了。行吗？过了吗？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来不了，我柔韧性太差了。什么？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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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来，哥，你信我一个，哥。我知道。你信我一回。幸运回哥，来。哎，好软，太软了，太软了，太软了。我看你，我看你不软。这有什么的呀？谁不会呀？哎呀，这有什么的呀？这有什么的呀？哇！哎，九南，这有什么的？这个？这有什么？但你确实没得舒展，没有他舒展，没得舒展。不是罗哥，这是惩罚他们，咱俩干嘛来了？咱俩给他耍了一通。不是，我就想告诉他，他不软。这我就我了。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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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是真功夫，这真功夫。